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以下内容说的是五行人的属性特点，仅供参考。一、金。金主义，五行属金的人爱憎分明，嫉恶如仇，做事果断认真，具有远见，且有较强的组织能力。他们很重视情谊，朋友有事定会竭尽所能的去帮助，不过他们遇事会过于急躁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。二、木。木主人，五行属木的人温柔随和，待人友善，他们富有同情心，有很强的正义感，能够结识到比较不错的朋友，在事业上认真踏实，但事业心并不强，为人处事乐观豁达，但是有时候会太过固执，而在无形中得罪人。三、水。水主智，五行属水的人足智多谋，聪明好学，深谋远虑，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有计划性的，绝不会盲目的去做，在生活中见多识广，人缘好，朋友多，对待感情很专一，不过由于做事太细致，会出现犹豫不决的情况，不敢去冒风险。四、火。火主理，五行属火的人热情乐观，开朗大度，他们永远都精神饱满，遇事总会冲在最前方，待人谦虚淳朴，讲礼貌，也因此而受到大家的尊敬，但是也会因为太过于冲动而失去理智，做事不计较后果，得罪人。五、土。土主信，五行属土的人为人厚道，信守承诺，处事大度，他们最懂得知恩图报，对待父母非常孝顺，在生活中哪怕自己吃亏也不会去占别人的便宜，常常受到大家的信赖，不过有时也固执己见，八匹马也拉不回来，缺乏变通。